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听我们今天的这个读经分享。我们昨天因为是圣依纳爵的站立，所以我们有特别的福音，要不然我们就会看耶稣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比喻，是在马窦福音第13章中间的。也就是说有人种了一些很好的种子，但是晚上的时候发现有别的草在里面开始长大，而两个都一起长，所以他觉得这个很困扰，为什么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一部分是耶稣后来给门徒解释这个比喻。他说这个另外这些草你不要的这些芒草，这个是可能是那个魔鬼放的，是邪恶放的。那这些一季长大，我是不是马上进去把所有坏的东西拿掉？他说不要这样做，如果你马上拿掉，你可能你的脚会爬在那个好的种子，那个苗刚刚出来，你自己把它压死了，那你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还是要让它长大。这个故事是谈到一个人类很大的一个困扰，为什么在世界当中有善有恶？这个不只是我们基督宗教的一个传统，每一个宗教传统，中国哲学的传统也在反省这些东西，孟子也在看为什么如果人性是本性是善的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而且在整个中国的哲学当中，这个问题也常常存在。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这个故事，我们是要反省为什么会有邪恶的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从耶稣所给的比喻，我们不能说有个答案，但是有一些启发。也就是说，如果我就从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把所有的坏的东西拿掉或是呢我自己以为外面的人坏的人拿掉，那恐怕 我也会把自己拿掉因为我也不是完美的我自己也有我的毛病你不能说我是完全完美，你是完全坏，或是所有坏人赶走那我个人吗？因为每一个人实际上无论你自己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我们都不是天使，我们是有毛病，我们会紧张，我们会发脾气，我们会做不是那么好的事情我们要慢慢学习怎么往善的方向。天主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世界上完全没有恶？大概可以啊，天主什么都能做，但是我们是想有这个邪恶在 生命当中，不是天主要的。但是人如果要选择性，那人都会要选我去爱你或是不爱你，这个应该这个选择有一个具体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能不爱，也就是说我们的爱是被强迫的，像一个机器，你可以强迫它，它必须往这个方向去，但是人不是。而且我们这样子学习耐心，我们学习克服邪恶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学习怎么往上迈进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学习怎么培养自己的性格和自己的个人，我们修道或是我们修心就是全部这个修养的部分，这个智慧的部分，实际上都是帮助我们在自己的身上和整个世界慢慢克服这个邪恶往善
往更美好的一个世界，更美，做更美好的一个人。每天日日要更新，日日反省自己，日日再上一层楼。